缸里炒的幼鸟还没有熟练的捕食能力，所以部分食物仍然必须由青鸟提供。当青鸟将食物带回巢中时，在附近活动的幼鸟便迫不及待地回到巢里。虽然它们已经逐渐长大，但是母鸟有的时候还是会像小时候一样的喂食它们，有时候则会把食物放在巢中让它们自己进食。逐渐长大的松雀鹰，不久也会和他们的父母亲一样，翱翔于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天空。